楼主昨天跟男朋友吵架，刚好男朋友妈妈找她聊天，阿姨真的好好，不懂呵护理解女朋友的男人都不值得嫁。意见可以有不同，闹就是男人的错，女朋友是用来疼的，有心用心，讲情不讲理，对女生只有一条，宠无上限，足够的包容理解。人情世故你奶奶没教你爸一些，我吃了不少苦，我可不愿意自己儿媳以后也吃这样的亏。如何跳过男朋友直接拥有这样的婆婆？